刚才我们的姐妹说，我76岁了，这好像在圣经里面加勒，他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我85岁了，我以前力量怎么样，我现在还是这样。”那么我们中间还有丁维柔长老，丁妈妈，她会怎么说呢？看呐、啊，我91岁了，我每个礼拜3次煮饭给30-40个的年轻人吃，自己去买菜，自己煮饭。在过去这些年龄当中，有超过10万个留学生在他家里面吃过饭。我想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那个信息，就是说，看啊，我85岁了。那么这是因为加勒能够抓住主的应许，在主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。好像刚才我们姐妹所唱的，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生命。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。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因为我们外体虽然会衰败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似一天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，现在我要请每一个人都把你自己的年龄讲进去。看啊，我70岁了。他不是说哀哉，我65岁了，老子将至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因为他里面有信心，有能力。根据一些在实验室里面研究生物的，他们研究雌性的章鱼，当那些雌性的章鱼把那些小鱼孵出来以后，它渐渐的就不吃东西，很快的就死亡。后来呢，他们发现啊，在那个雌性的章鱼的两个眼睛的后面有一个叫做死亡线，好像是扁桃线、甲状线那个线。那个线呢，就令他好像是完成了使命，就绝食，就死亡。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死亡线把它割掉，因为割掉的缘故呢，它又再吃东西，而且继续的吃东西，又再好好的活下去。那么一些社会心理学的专家，他们就觉得
当一个人年纪渐渐的长大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丧失的那个感觉，丧失了自己的体力、经济独立的力量，各方面的丧失，就产生一种自我死亡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我不行了，还能干什么呢？这样就使他颓丧、忧郁、退后，结果就造成各方面的衰老。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个死亡线，就是说能够把那个自我毁灭、自我颓丧的那种丧胆的把它割掉，怎么割掉呢？就是说我们靠得住，我们心里面有力量，能够向世界宣布说，看呐、啊，我今天85岁了。当加勒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，他就真正是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。所以让我们年长的人也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神的旨意，而且要按着神的恩典来看我们自己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也不要高看，乃是看得合乎中道。当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神所用的人都是大器晚成的，这是詹姆斯给我的题目我去年在墨尔本讲到的。亚伯拉罕在老年的时候，他奉献他的儿子，神试验他成功，就成为信心之父。约瑟老年临终的时候，他还凭着信心说，我的骸骨要葬在应许之地。摩西到80岁的时候才蒙召，才开头呢。加勒在85岁的时候来建立他三地的基业。那么先知亚拿，他祷告，他等待，神就让他看见神应许的基督那个婴孩。尼哥底母到老年的时候，他说，难道我们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但是神给他有重生的生命。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能够看见异象，姜是越老越辣的，酒是越久越香的，人越老的话越有智慧，越是老练。所以怪不得我们中国人说，30而立，40而不华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我们年长的人有很多的智慧，很多的经验，很多的容忍，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是可以贡献出来的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年长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丧失，曾经有人画很多的图画，画一个眼睛，画一个牙齿，画一个听筒，
见的呢就把那个眼睛啊就把它画掉，表示那个眼目昏花看不清楚，把那个听筒拿掉，就是说听不清楚了。一样一样东西都拿掉的时候，但是感谢主，约伯怎么说？赏赐的是出于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出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。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会渐渐的失去，但是我们既然是白白的得来，我们也白白的舍去，耶和华他是赏赐的，他也是拿去的。所以我们在有些东西丧失的时候，我们照样的来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讲这两句话好不好？因为这两句话很宝贵啊。来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来，我们大家再说一次啊，如果你记得这句话的时候，当你有一些走不动的时候，听不清楚的时候，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你就说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我出生出于母胎，也必出生归回，样样是神所赐的，也是神所收取的。我们大家一同再来讲这句话，来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人生下半场活得更精彩，那个主要的字，那个活字，我们年长的人要活泼，要活跃，要活动，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活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学不了，不断的学习，让我们的生命充实，有内容，有盼望，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面前更大的蒙恩。今世的老年有创意，有智慧，有判断力，有反思，有丰富的经历。我们要拥抱老之将至所引起的一些变化，采取一个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一切，使老年的社会心理内外的为我们做工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年长的时候不过是角色的转变，尤其是退休的时候，本来我们是做老板做教授，但是突然之间好像我们变得无所事事，觉得很无聊。在这个角色转变的时候，就好像詹姆斯所说的，那些退休的教授啊，艺术家啊，可以来培养下一辈的，这是把我们的生命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能够更加的把那个生命的火点起来，让我们的年龄使我们在转变的时候，我们人生的舞台转变而已，而能够活得更精彩。有的人啊，到了70岁，就好像我们的丁妈妈，好像我们现世的董冰心姐妹一样，有的人年纪过了70岁，依然是行如风，站如虫，坐如钟，脸色红润，精神爽朗，心情豁达。你说他是老年人吗？
有的人还不到四十岁，力衰体弱，气喘吁吁，暮气沉沉，你说他不是老年人吗？感谢主，我们能够来适应一个新的角色，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特长，让我们虽然我们的晶体的智能衰退，但是我们整体的那个智能呢反而增加。感谢主，我们面对这些危机有五个阿罗，五个阿罗来面对那个老年人的情形。第一个呢就是 retrospect and remember， 要重温过去成败得失，纪念造物主恩浩大。所以怪不得大卫在年长的时候他写诗篇103篇，他说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他赦免你的罪业，医治你的疾病，他使你返老还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的时候，不要说哎呀我从前是怎么威风，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，而反而呢我们要纪念，无论是苦难，无论是顺利，无论是成功，我们说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因为好像约瑟他坐在监牢里，他被出卖做奴隶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凡事顺利。所以我们要重温过去的成败得失，纪念造物主的恩典浩大。第二呢，我们要重整生活优先次序，善用我们灿烂艳丽的夕阳。好像玛利亚一样，他不会好像马大一样为许多的事情思虑愁烦，反而他有一件事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到年纪大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简朴简单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好像玛利亚用香膏来为耶稣的埋葬而高摩，到全世界去传福音都要纪念玛利亚所做的，因为他是为主的埋葬，埋葬表示主耶稣真正的死了，埋葬表示主耶稣不是精神复活，乃是真正的复活。所以玛利亚所做的是跟福音有关，是值得永恒的纪念。我们需要简单的在选择那些上好的福分。第三呢，我们要重估自己应有的角色，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，乃是说我们不会觉得年长的人是没有价值的，我们不会贬低自己。怪不得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当跑的路跑完了，有公义的冠冕来为我存留。第四呢，我们要重新调整人生的定向，把我们的余生来为主而活， reorient realign。 好像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是有益。主啊，让我以下的日子能够代表你而活着，因为
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我们永不丧胆。我们外体虽然会衰败，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，我们重新来建造过去愁烦的人生，让我们积极乐观地来面对未来，好像尼哥底母一样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好，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的灵眼锐利望永恒，不看往事如烟云。我们的灵耳聪明听主音，不听世界争吵声。我们的灵舌清脆常赞美，不谈世界是与非。灵手殷勤是人神，不理世间金与银。灵脚轻快跟主走，不让世事压肩头。让我们老当益壮，我们有着宝贝，我们有着复活的盼望。所以当我们年长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，要常常发青。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更精彩，让我们好好的活下去。看啊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说，看啊，我今年70岁了。我是曾经喜肾、曾经坏肾的人，每天吃药30粒，但是感谢主，竟然做世界华夫的总干事。人生下半场，本来我本来喜肾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完了，但是还有下半场，而且要活得更精彩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靠着神的怜悯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